李院长，你怎么来了呀？竟然是江北赛华佗。李院长行医30年，传说可以活死尸肉白骨，老徐这下有救了。李院长，那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是受人之托前来问诊的。把李院长给请来，难道是这整个江北除了我还有谁请得动李院长？方总，我就知道是你。伯母，听说伯父住院了，我特意花了100根金条请李院长出山。好女婿，我就知道你手眼通天，伯父现在是性命危急，赶紧进去看病吧。哎，别急，我还没说条件呢。啊，还有条件？那当然，这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。最近天气热，上火了，晚上就让灵儿给我降降火。各位不过分吧？拿开你的臭手，今天谁也别想动灵儿。嗑瓜子嗑出个臭臭，你他妈谁啊？我是谁你还不配问？操！方总，我答应你，现在赶紧救我爸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灵儿，这就是追你的小舔狗吧？啊，要不这样，兄弟，晚上跟我一起去，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那女神的。方中信，你有完没完？怎么样啊，李院长？这病人心跳衰竭，呼吸微弱呀，不需马上服用九转还阳丹，或许可捡回一条命。李院长，那赶紧用药吧。住手！不能吃，吃了这药，伯父必死无疑。